难过是什么？我大概现在连那个自杀案子都，现在新北市开始在做一个事情是什么？把那个木炭呢、啊，因为烧炭的人多，都要上手的。然后呢，现在要求去了一个函给各个商家、各个商店，要他们做五个事情，就有人来买木炭，拜托一下，因为最近啊，使用这个烧炭自杀的案例比较高，所以整个商家要做什么？五问，要问五个什么事情？第一个要先问说你要买木炭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不是白问吗？他说真的要这样，你这样问他有用？他跟你讲真话吗？你还要进一步去询问说，啊，你如果真的是要烤肉，你地点是哪里？你的同伴是谁？还要去看看你是不是，你要观察他有没有真的买了肉，是真的要去烤肉，整个他的外表有没有怎么样？哎，商家还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，更重要，正本清源，你让大家生活好一点点，那个店不要这样涨，不会有人去自杀的，赶快政府多帮这边做点事才可能幸福啊。